前的这支部队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强渡孤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解放战争中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它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人民解放军浓缩的战史。反坦克导弹方队的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取得过平型关大捷，也曾涌现出王杰和郭兴福等英模人物。这种反坦克导弹既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安装在各种车辆或直升飞机上，它的作战效能名列世界前茅。履带式自行滑膛炮方队，这支部队曾因奋勇还击向我军挑衅的外国军舰而受到毛主席的表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滑膛炮是坦克的致命克星。自行加榴炮开过来了。组成这个方队的北京军区某装甲师是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1949年3月在西郊机场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自行加榴炮在现代兵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方队所属的某机械化步兵师在驻地开展军民共建文明村活动，是全国军民共建活动的发源地。他们装备的履带式自行火箭炮，自携弹药，火力密集，弹药装填和发射速度快，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地面压制武器。履带式自行高炮方队是由济南军区某装甲团组成的。三湾改编时，毛主席曾在该团某连进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试点工作，确立了我军党指挥枪的宗旨。这种高炮射击速度快，控制空域大，反应敏捷，是目前世界上性能优良的防空武器。火箭炮方队是战斗英雄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这种火箭炮选用的新型国产载重汽车，可以满足不同条件的作战需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牵引式加榴炮方队，由北京军区某炮兵团组成。这支部队曾首创过地炮打飞机的战力。目前随着各种先进的火炮和通讯、雷达、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配备，人民炮兵初步具备了适应未来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新型作战能力。方队正在接受检阅。高炮不受电磁干扰，可以有效对抗低空目标，即便是在导弹称雄的今天，也仍然是防空作战中不可缺少的武器。受阅的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抗洪抢险英雄营也出自这支部队。由北京军区某防空旅组成的野战防空导弹方队开过来了，他们是我军第一支陆军高炮部队，先进的低空、超低空导弹的装备，大大提高了陆军综合战斗能力。人民海军的三个舰队空和舰队舰导弹方队驶来了，他们来自海军各舰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其中有驾机能机长空、操舰敢闯大洋的优秀舰长柏耀平所在部队，和被国防部授予称号的海空雄鹰团所在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种先进的舰队空导弹，这个方队是我国新型通用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强，能高速掠海飞行和抗电磁干扰，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舰对舰导弹之一。目前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已发展到以核潜艇、常规潜艇、中型导弹舰艇和海上专用飞机为主，作战武器已发展到以导弹火箭为主，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护卫艇、猎潜艇、扫雷艇已更新换代，而且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并成批生产。海军在护渔护航、抢险救灾、支援海上运输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以来，海军还先后12次派出舰艇编队出访16个国家，向世界展示了人民海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是空军地空导弹某师组成的中高空地空导弹方队，这个师曾多次击落侵犯我国领空的 U-2 高空侦察机。目前我国的防空导弹已经形成了超低空、低空、中低空和中高空四个基本型系列。
最后的四个方队是第二炮兵部队的常规导弹和战略核导弹。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常规地对地弹道导弹，它具有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一弹多头等特点，是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主战武器之一。举世瞩目的我国新型远程地对战略导弹不久前曾成功地进行了发射试验。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多次重申，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紧接着，由空海军航空兵十八架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编队穿出云层，分六组飞过狩猎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战略轰炸机，它能携带常规炸弹和导弹进行轰炸攻击，也能携带核弹执行战略轰炸任务。首次亮相的空中加速油机由两架空中加油机和四架高空高速歼击机编成。加速油机列装部队标志着人民空军远程机动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正在飞过来的是海军航空兵六架歼击轰炸机组成的梯队，这种飞机是我国自行研制集歼击轰炸于一身的全天候超音速作战飞机。强击机梯队由空军航空兵某师的十二架强击机编成三组。强击机是一种火力强大、专门用于对地面攻击的作战飞机。由二十架三种不同型号的歼击机组成的歼击机编队，来自空军的两个歼击航空兵师。歼击机是在空中与敌方飞机格斗的战斗机。这是由两个航空兵师组成的新型歼击机编队，共有二十四架我国自行研制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这是人民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主力机型。正在飞过天安门上空的是人民空军新型远程歼击机编队，由十二架飞机编成。这种飞机是世界上第三代远程重型歼击机的代表机种，它的装备部队使我军空中防卫和作战能力跃上了新台阶。